大家好啊，我是那个夏亮这块这个养马的，现在喂的有100吧，今天早上刚出了一个6.8米，那6.8米卖的时候是596斤，喂了这是3月26号卖的，好像是，具体就是早一天晚一天吧，3月25号卖的是596斤，今天出的是平均783斤。这是喂了2个月多，将近3个月吧，不到3个月，这一天长了就是20斤多呗，是吧？一直就是从买开始吃，就是吃咱们溧阳的这个溧阳二号料，那个2号的颗粒儿。长势也不赖，长势挺好。这刚出了，反正这个马我看这个料吃的不赖，也能长出肉来，也能长出秤来。挺好，这料挺好。那个，这不空了院了，这些小汉带走了，这一两天还继续上，还从咱们溧阳市场买。咱们溧阳市场这不买，销售，对不？出栏饲料都挺好的。大家伙儿给看看这肥马啊，看看这个表，这2个多月的肥马，可以看看这个表。毛色也光亮，上肉也相当可以。这就是结果，看结果就是看出来了，对吧？啊，喂，咱下回嘛，咱再卸嘛是卸点2号颗粒儿，那个北边那小六我卸点1号的这个1号料，1号颗粒儿。行。得卸点这个。超市的啊。那会儿喂点驴，那没事。但是这几个嘞，10吨8吨的，那还紧吃啊。来，行。对吧？不管上。